好，好啊，不然你就往右停，你往右停，我等一下直接下车用跑的，让你试试看。我们等一下那个活动是六点，好像是六点左右要签约，干六点半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来不及。那现在好像有点塞车的感觉，越来越多。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最近流量就是稍微回升，然后终于有那个厂商跟我们合作，如果迟到应该就很尴尬。然后我就他会直接就说：“哎，我们约六点，然后你现在还没到是怎样？这么拽是不是？直接换人。”会不会觉得这样夸吧？应该不会啦，我现在看那个车流量是还好。搞不好会啊！哇塞，完蛋，已经开始塞了。市区了，已经开始塞了。现在才到竹围而已，就已经红彤彤了，超赞！大家开始刹车，不知道等下怎么办。哦，天哪！我们才刚走没几步，又停下来了。我们这红灯刚已经停三次，然后现在又塞在下一个。我们都已经提早20分钟出发了，然后还塞成这样。这红灯不知道是怎样，车子完全不动，就一直看到一堆红色的灯。直接从士林塞到关渡都还在塞，我觉得我现在下车用跑的，搞不好都比较快。怎么可能啊？我开车哎。不是啊，你看就这么塞，而且我们红灯一个红灯要停三次，那怎么可能？我现在这样都快迟到了。好啊，那你试试看啊。好啊，不然你就往右停，你往右停。我等一下直接下车用跑的，让你试试看。不然我看这样下去，我们这个合约就要去了。啊，直接下车了，用跑的可能都比较快。好，先跑去哦。车轮都不动啊，真的，有可能真的跑步会赢我。我们现在配速大概在，我们现在配速大概抓在4分20秒左右。开了，我刚刚那样等真的等到快发疯，超久了。现在终于动了，现在大概已经跑了快接近1公里，然后。跑了1公里，还剩下3公里多左右。目前的配速目标是要维持在4分20秒内，我们才可以赶上。所以我们继续保持这配速。目前第一公里的均速是大概4分15。好。其实这样跑，然后看着后面的车一直在塞车，还蛮爽的，因为你可以，其实他们还在等，不会往前进的情况下，但你却可以一直往前，继续。看一段就一段红灯，超久的，感觉。我们有机会可以赶得上等下的签约。我发现这边的红灯好像都没有到99秒，这一段。都大概是
四五十秒左右。但每次一绿灯大概要十几秒才会启动我们的车子。所以大概行进间大概就要三十秒可以动。再加上每一台车那个前面都很慢，所以大概就十秒吧。哦，我靠，还有五十几秒。我们现在距离大概剩下2.2公里左右，时间已经有点赶，剩下大约十出分钟而已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懂了，懂了。我现在时速增加到20，已经没有刚刚那么慢，已经20几了，现在20几。我现在目前还是一直在我的中间道，我发现左边那个内侧道太多人要左转，然后一定会堵住，所以我决定就开中间。好，终于绿灯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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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是红灯，而且这边没路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刚好趁红灯休息一下，可是红灯也太久了吧，而且等一下这一段剩下大约2公里多一点，但是这一段几乎全程剩下2公里左右，但是这一段几乎全程都是上坡。天啊，希望不要等太久。可恶，这上坡太陡了吧！80秒，刚前面不是才30、40，现在给我80，快25秒。时间大概距离约定还有2分钟，我等下过去签完应该可以刚好赶上。好，最后10秒，快点快点！刚这一段一直上上下下，真的跑到快吐了。希望我这样去签约不会吓到人家。OK， Go Go Go！真的80秒，好久、哦，刚40秒超快，直接2倍的时间。而且我猜等一下前面应该会堵住，我应该要等2次80秒。上了，我们大概迟到5分钟，但还要赶上签约，不然我看这份合约，我们下半年的预算完全就缩减到底了。看到。看吧，我就说跑步可以比开车快吧，还真的哎、欸。你们刚很塞吗？很塞啊！我刚一下车，我跟你讲，拔腿狂奔。我为了就是这个实测可以成功，我真的是全力冲刺、欸。就是刚我大概都跑，总共跑了4公里多，跑了都4分多一点点而已，超爆炸。我刚刚遇到这红灯，一个红灯就刚刚前面一样，但是他刚红灯大概就40秒而已，但是还是很卡，好大概就20。所以总结跟大家说，就是如果以后你来淡水塞车啊，下车跑好不好，就会比开车快了。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好，开玩笑，签约纯属虚构，我们只是单纯啊想要实测一下。每次在傍晚这个时候，不管要是进来淡水或是出去淡水，其实都会塞到爆炸。那我们就想说来实测一下，到底下车跑步会不会比较快。事实证明了，真的比较快。我刚刚这样跑了大概14.4公里，跑了19分钟，然后我的那个车子到现在还没到，他们还在塞车中，所以真的塞车的话，下车跑比较快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造路实验室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是你的教练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塞到现在心都觉得很累很烦的。可以那么塞。
其实我们应该也快到了，但完全没有看到这队的踪影，代表他可能真的比我快。